这间公司从开始就建立坚定的原则，并努力不懈地坚持这项原则，一同面对世界，坚持原则，共同成长，无私的奉献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。我们是艾多美，艾多美自2009年成立以来不断快速成长，从2010年在美国到2018年已在海外13个国家设立分公司，2018年全球销售额高达新台币375亿，会员人数成功突破500万名。艾多美在短时间获得如此惊人的发展，是什么引领着艾多美不断向前发展呢？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是艾多美一直坚持的原则。保养品、食品、生活用品、时尚，甚至家用电器等产品，都按照绝对品质、绝对价格这一项战略进行生产。为了实现绝对品质，艾多美使用最好的材料和技术，对品质进行全面管理，经由不断降低材料费用以及不断提高生产效率，以达成绝对价格的目标。坚守原则之下，蜂蜜饮在韩国网络行销业绩中连续5年位居第一。凝萃焕肤系列上市一年以来，销售额突破30亿台币。艾多美肌肤保养六件组，一直都很受到消费者们的青睐。遵守流通原则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，坚持绝对品质、绝对价格的原则，是艾多美的力量泉源。艾多美从2010年进军美国，在东南亚、南美洲、大洋洲、俄罗斯等13个国家设立分公司，是一家有500万会员的国际企业。艾多美每年持续不断的出口，2018年获得了7000万美元出口塔奖，2019年确定获得1亿美元出口塔奖。另外，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1000次以上的研讨会，艾多美正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交流平台，不断确立公司的可能性。艾多美未来5年内将进军越南以及世界最大的直销市场中国，并将在印度、土耳其、英国和其他国家开设更多的分公司，成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流通枢纽。进入市场9年以来，艾多美的销售总额成长了64倍，目前仍不断扩大市场规模，以利所有消费者都能使用艾多美产品。此外，艾多美正在全球市场展开 GSGS 战略，以便世界各地的人们，不论种族或国籍，都能够接触到艾多美的大众精品。艾多美梦想有一天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济生态系统，能够深根于世界各地。艾多美不断提高顾客满意度，并力求顾客成功。艾多美的成功教育系统包括公司直接主办的成功学院和一日研讨会，任何人都可以经由这个成功教育系统获得成功。此
此外，艾多美不推崇领袖们之间的竞争，而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齐心合力系统，让所有经营者都能够在这之中共同成长。艾多美致力于支持所有商业伙伴，并创造共同成长的文化。一项产品对应一间合作厂商，出货同时以现金支付款项，并与合作公司共同管理，以提高品质管控。艾多美严格遵守以上这些原则，进而实现艾多美绝对品质、绝对价格这一核心理念。此外，艾多美还寻找缺乏资金或行销管道的中小企业，为他们提供稳定的销售平台。艾多美藉由分享与世界沟通，并展现我们的爱。为了改善社会环境，艾多美公司员工以及艾多美经营者都参与实践分享的行动。任何有需要的地方，艾多美都会把欢乐和幸福传播过去。一家忠于原则、创造流通新文化的公司，一家获得信任和支持、走向全球化的公司，超越顾客的感动以及梦想着顾客成功的企业，珍爱灵魂的企业。我们是引以自豪的艾